信吗？我把这个艇砸起，打着汗流啊，没拍进去。好了，这里这么好的水，那我们肯定好好的享受一下啦。又到中午了，太阳有点热了，这个时候下水是比较好的。带着装备出发，还有吃的喝的，还要讲哦。出发。那你快去写下这些，不会游泳，把那衣服都湿了。哇，不过这划船很热啊，还是没有泡到水里面凉快。它这个水估计只有20来度，特别凉，冰镇一样的。嘎嘎嘎，嘎嘎嘎嘎嘎嘎。好舒服，哇塞，热了就跳下去，水里面很清凉啊。哎，我顺着往下流了，往下飘了。这种小镇子才玩的有意思，那些有名的景点估计很难下水了，亲近大自然估计是不可能了，所以这也是我不愿意走的原因。小丹江，但是贵州这种苗子还是蛮多的。
架的是相机呀、啊，架的可不是 GoPro 啊，这要掉到水里面去了就损失惨重啊。这么拼的一个博主，你不订阅一下吗？啊？啊，好爽啊，这水很清呐、啊。我们可以划完两个桥，这是211国道上面的那个桥，石头桥。哇，这里面，哦，阴地方就好凉爽啊，就让它自己飘吧。慢一点，哎呦呦呦呦，好吓人，不能够翻的呀，千万不能翻呐，翻了我就惨了呀，我就损失惨重啊。惬意啊，哦，哎，它为什么是横着飘下去的？它不应该是竖着飘下去？嗯，走，我们滑到那个桥那边，那个，对，那个银龙桥那个地方去看一下。